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葫芦河是渭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全长296.3公里，流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条河所流经的地域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它的名字一样鲜为人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伴随着一系列考古发掘的展开，葫芦河三个字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正是在这片流域发现了迄今为止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界将其命名为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为新石器早期、仰韶文化早中晚各期以及长山下层文化遗址，距今大约在7800至4800年之间，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1958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在葫芦河流域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了大地湾遗址。之后几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10000多平方米的遗址重见天日，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勘测，大地湾遗址地层可分为5期，即大地湾一期、仰韶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以及长山下层文化。在大地湾一期地层中出土的2种农作物标本、黍种和碳化剂，最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此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北方农作物标本大多是粟，时间都在距今7000年左右。而大地湾的发现不仅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近1000年，而且表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黍和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凭借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古老的黍种，今天的人们得以推演7800年前先民们为生存做出的努力。那时候地球气候开始逐渐变冷，一直以狩猎和采摘果实种子为生的部落面临食物供应短缺的大问题。也许是一次偶然的播种，也许是一次主动的尝试，大地湾的部落先民们种下了一粒黍种。随着黍种的生根发芽，中国旱作农业的源头在这片陇东大地上展开了，从此大地湾一带的部落得以繁衍生息。这些先民们依靠劳动和技术把握了自身的命运，也成为了这一时期黄河中上游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对大地湾遗址的清理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200多处房屋遗址，他们按照这些房屋遗址的形制复制了大地湾先民们的居所。这些房屋虽然低矮粗陋，却表明了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已经逐步拥有了家与财产的概念，他们曾经在这里演绎着最早的家的故事。在大地湾遗址的一处墓穴里，埋葬着一个成年男人的遗骸，经考古学家鉴定，死者享年50多岁，遗体周围散落的陶罐和器皿表示那个年代因为农业的普及，部落得以摆脱饥饿，人们的生活资料已经有了剩余，于是部落先民们开始脱离群居，修建了以家庭为单元的私密空间。这一时期婚姻关系开始固定下来，父系权力开始取代母系，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得以产生。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精品文物中有一个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位于口部的圆雕人头像披着整齐的短发，五官位置均匀端正，双耳有记挂事物的小穿孔，整个造型宛如穿着花衣的美丽少女。这件彩陶瓶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认为是中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包括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在内，大地湾遗址共出土了4000多件陶器。这批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虽然还不太完整，却将中国彩陶打造的时间上推了1000年。
大地湾的先民们不仅制作使用陶器，还在上面刻画了彩绘的神秘符号。有专家推测，这或许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全方位展现了原始先民的社会生活场景，他们制作陶器，在上面刻画今人尚无法破解的符号，他们脱离了群居，修建了以家为单元的隐秘空间，他们在洞穴岩壁上凿刻出执着的线条，留下天地万物的图像。除此之外，他们还修建起大型的宫殿式建筑，让部落的首领得以俯瞰整个部落。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出一座被专家们形象地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建筑，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复合式建筑，布局规律，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整座建筑高度在6至7米，相当于今天的2层楼房，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更为神奇的是，在面积达130平方米的主室内，地面由料浆石和砂石混合而成，平均强度达到每平方厘米抗压120公斤，相当于今天的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标准。这与古罗马用火山灰制成的水泥一样，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而在另一处房屋地基的遗址上，人们还发现了一幅由人物、动物等图案组成、用黑色颜料绘制的图画。这幅长约1.2米、宽1.1米的绘画，刷新了中国美术史，成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对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虽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无数光阴累积而成的岁月遗迹依然像一本尚未完全打开的历史教科书一样，等待着人们进一步的探索与发现。我们也期待着大地湾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一张张红纸演绎人间传奇，一双双巧手变换世间万物，一把把剪刀剪出精彩人生。独特的造型凝聚着精巧的构思，飞舞的剪刀展现出细腻的技艺，方寸之间承载着美好的祝福。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谱成剪纸。